我要几个对能量测试有兴趣的人上来。好，那就三个好了，三个。好，四个也可以，来，四个也可以。来，面向大家，面向大家，然后挺好，不要让我按下去哦，撑好，好撑住啊哈。挺好，不要让我按下去哦哈，它也蛮有力的。好，一样哦，挺住，不要让我按下去哦，撑好哈。你们都还不错，挺住，不要让我按下去。好，他们现在都很有力哈。面对家中长辈不健康的生活习惯，我们要做个关怀、关心、倾听和更深入的了解，可以跟他们分享现代的医学养生知识，但不是用管教或约束的方式来控制他们。面对长辈，我们要学习尊重他们的生命选择。话说回来，如果想改变一个人的行为，得先了解产生这个行为。你刚才念了什么？我不知道。然后我请问，大家从他开始念到最后，你们知道他念什么的，请举手。然后呢，大部分就会听到家中长辈这几个字哦，但是后来应该就不见了哦，对不对？我没有说错吧？后来不见的请举手。对，你看，所以大部分你这不是没有注意哦，你看下面都很注意，是你们可，因为他你知道我们人这个我们怎么会听得懂对方的话？这是因为我们声波，但是他的能量场是散漫的，所以这个声波传出去的时候就不对了。所以你接收不到，你接收到就片段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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然后他们这边全部都变没力。你们有去，如果这个人来演讲的话，我跟你讲，这个人如果来演讲刚开始睡成一片，我跟你讲真的是睡成一片哦。有没有听过那种演讲者，他开始讲哦，我不要哦，恭喜安呢，就是这样。你看睡这个这几个就全部没力呀、啊、就全部都没力。OK， 所以这个的调整法 ，OK， 我们必须要把它调整回来。所以以后你们需要演讲或需要跟人家沟通的时候，或者要看书，这个我用这个方法帮助很多过动的孩子和阅读障碍的孩子，这些都很有帮助。好，或者就是平常你觉得累，好像就看平常我可以看进去，但是我现在怎么都看不进去，一般是能量场散漫掉了，那我们就把它聚中一下。OK， 我教你们怎么做。OK， 来，你的家要坐着，所以坐着的人你们也可以坐哈。我安内后边甲美姬看到我，我有共鸣呢，共鸣你嘛应该知影。一只脚翘上来，任何一只脚先翘上来都没关系。然后一只脚放在另外。比如说我翘这一只脚，我就是另外一只手先放在 no 对，脚踝，嘿，放在脚踝，然后就手要交叉，对不对？ OK， 另外一只手，哎，谢谢，这样子，另外一只手抓住脚的地方，所以手交叉，脚也交叉， OK， 这个在我们能量 DVD 都有啦，所以不用一直照没关系。然后深呼吸，往里面按，往上面提，吐气，对，吐气松下来。深呼吸的时候背要伸直，吸气吐气三次哦，再吸气再吐气，好，再一次好了，再吸气再吐气。然后另外一个鼻子吸嘴巴吐比较好，不过都 OK。 一样哦，手要交叉哦，要记得你们手不能这样子哦，手这样是绝对没用的，手要交叉， OK， 手这个地方是交叉的，自己要看好。吸气吐气，然后听演讲也是，听人家讲话也是这样子，你比较容易记得住。
吸气吐气，然后再一次挺直，吸气吐气， OK， 吸气吐气。好，这样子完了以后呢，用成一个三角形，拇指放在两眉中间，拇指放在两眉中间， OK， 然后深呼吸两次，然后这个手指啊放到额头的中间，然后用力把它拨开，拨往外侧，从中间往外拨，好，从中间往外拨，这样子一次就好了，不用那么多次 ，OK， 好，所以是这样子，来，用心，给我念一遍，念同样那一句吗？OK， 有些女性在先天失去或是孩子夭折、堕胎、流产后，会失去内在的生命动力，表面上看起来好像活得好好的，但内在缺乏活下去的动力，所以她无法真正看到及照顾到其他的孩子，也无法照顾自己的心和身体。好，你现在念，你有没有比较清楚？你知道有知道先生，他小孩子夭折，然后下面的呢，听得到对不对？刚才就只有第一句话，然后后面就不见了，你知道吗？这个波就对了，这种声波就对了 ，OK， 所以要常常做啊，安那安那嘿，安那个呗，他没去，哎哎，这波是啥物人呢？